部吼。我是感觉讲，咱若要即个开发吼，我希望讲道路吼，先拓宽，该拓宽就拓宽。我相信政府要怎么做就怎么样做。那个中间那个十一米吼，我希望赶快拓宽。啊，这个树吼要移到哪里去？哦，这就移到哪里去。不要说哦，人家说树就不能怎么样动？为什么又说不能动？新义区那个新义路啊，那中间以前不是那个百年的树很大，也是都是移到别的地方种吗？要开发大陆，就是要树要移，对不对？啊，跟那个福德街八十巷，我是金民，我是大连里。我想给老百姓，我嘛听阮隔壁的老百姓拢在讲，老伙仔，伊大家拢唔捌去，我嘛唔捌去啊。伊讲对我较紧开发紧好啊，啊，该这个道路吼，紧甲拓宽，啊，拜阮这交通较方便。哦，里面吼，要去你讲要去公园啊，啥物啦吼，大家行要散步，唔错方便的嘛，对吧？我希望说先开发哦，先开发，不然你要开发了以后哦，大众运输。对我们黎明的周边都会很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吗？我感觉我食到六十几岁，我拢知影。你要开发，就是像同款像迄个有咱101啊，对无？较早用弄田啊吗？你要先开发，你就是周边的路拢啊先开发落好，对无？路顶先啊做好，以后吼你要开发啥啊，真好吗？所以我相信政府你爱好好去做。喂，知影无？我是感觉安尼，因为我是吼老百姓，我唔怕。师傅，我要师傅了。好，以上，谢谢。谢谢同学。我们下面请标第63号的刁国荣刁先生。就是今天见到你的东西。